Hello， 我去吃麻辣烫去啊，最近也是事儿太多了。然后一直也没吃上麻辣烫，现在就是没啥事儿了嘛，今天就去吃年前最后一次麻辣烫了，吃完了人家就关门了，年前就吃不了了，然后就得再吃就得是年后了。出发，每次来这条道吧都可肃静了，今天天真不错呀，这河泡子都冻上了。进屯子了，车还挺多的呢，到这个拐弯了，马上抵达。看这大对联多喜庆，多有年味儿。开了吧，开了，正常营业。开门了吗？开了。哎，姐 ，Hello， 你自己在这呢？啊。能坐现在是不是？行。我咱还坐这儿吧。还坐这儿。看看我的小屋。牛筋面。牛筋。黄面条。吃面了，馋了。老是愿意吃这里面，懂事了。银耳，哦，豆芽挺好，今天。嗯啊、我说他家有那个叫什么肉类的吗？培根啊，对，有啊。有两个豆泡。嗯，带个小壶，专用的小壶。嗯，我天天带点温壶水。嗯，对，搁吧，搁点。行了，我这个热热乎乎的。完事儿了，没搁麻酱。搁点麻酱，好吃。麻酱和蒜。那必须得搁这两样。老式麻辣烫。嗯，谢谢姐，麻辣烫里的面就是绝绝子。炸串也好了，定个封面。哎妈，多长时间没吃着了，太馋了。你吃炸肠了吗？嗯。嗯。造没了。嗯，没了。这大银耳。你拿银耳吗？冒油。嗯。烫哈。嗯。
老弟啊，啥时候回来让你烙饭给你送的，然后那啥你不能多煮一袋呗，就找不着。太带劲儿了，太带劲儿了，哎。隔壁桌，我们两家可好。隔壁桌大姐，我也馋了，姐。老香了。我要眼泪飙出来了。说过元旦的时候，我家邻居他那个姑娘搁江北那头开的那个那什么玩意儿，过桥米线啊，干完拿回来好几份，反正也挺好吃。鸡柳棒，你这买卖说的挺好。我妹妹家在江北干这个米线的，这叫什么米线啊？它是新开的，十月份新开的啊。看那个米线，那我家这个邻居对门这个也是。元旦之前一个月之前开的，他家姓张。还去了，他还是对门儿，这边一楼都一楼，还说出亲戚来了。哎妈，亲戚还得有远有近的。那我远亲近，俺家东西都没有说。哎呀妈，夏天都非咋买菜，都是天上给俺们拿这个。张路可大方了，哎呀，可大方了，跟我们也是，上我们家串门干啥的，从来没买过次东西。就买好东西啊！老头也可能干活了。那我二徒弟能干，厨师在厂子做饭呢。那个啥能干？我家对门大爷跟那家店是亲戚，刚知道。也不好。嗯。啊，越说越气。这么一说吧，姑是那啥，俺们邻居。我两家处的真的真可好。哎呀，说来说去说说亲戚了。水唠水，这说话谁家和谁家是亲戚啊？对对，夏天了，他还有个亲戚。来个这玩意儿，忙呗。行，我说人家老爹老妈都能跟干点啥，都能帮干呗。都能干。雇人一个月现在雇人多少钱？那可不呗。在市里干那么晚，没有个三千，没有个五千块钱，雇人嘛。啊。都是实在亲戚。啊，对。说来说去说，那没工夫，人家过年去，越说越近。没事，我有点吃热。给你吃点，吃吧。准备过年了。那老可吃不进去了。来啊！啊，虾饼，这是鱿鱼饼。给20多分钟吧。这边有两个糖，你吃挺快呀你。我是吃完了，造一身汗呢，太满足了这个。我也造一身汗。走了姐，拜拜，谢谢姐，拜拜，年后见了啊，年后见，拜拜，哎，哎，哎呀，这一开门一股热气儿。
我们回去了啊。这家店吧，他家就在五星那块，五星进五星，然后往左边一拐就是了，得大概也就二三百米吧。回家。